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七届世界穹窿山冰盛杯，女子围棋职业锦标赛的决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王晨曦五段和韩国的吴宥甄三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解说的这盘棋是冠亚军决赛对，啊，是的。也是中韩两位女棋手。对，嗯，这应该算是中韩之间最顶尖的对决了。因为他们两位棋手呢，在此之前战胜的对手啊，都是代表中国和韩国还有日本最强的这个棋手。像吴宥甄之前呢，是赢了牛荣子，日本的牛荣子，中国的芮乃伟九段和李贺五段。那么王晨曦呢，也是在半决赛是赢了我们现在围甲女子围甲18连胜，没有一盘败绩的郁之莹。对，于所志莹以，现在状态是最好的了，是啊，但是她在这个比赛当中淘汰了，对，他是输给吧？王晨曦了。对，那王晨曦赢到最后，那么迎来这个韩国的一个女棋手，对。但是还是中国的女棋手在前面的实力就是表现得比较活跃吧，没错，没错。到最后我觉得是她呢就剩了一位韩国棋手，对，就是到最后杀到最后剩一位了。但是他的运气特别好，他三盘棋赢的都是半目，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对，而且呢，三盘都是可能要输得起，对，结就果输呢，面比较大的。都是还赢了半目，真不容易，这。对，杀到最后，那么我们来看这盘棋，嗯。然后王晨曦执黑，嗯，行为，行，吴宥停甄下执来，白，对，然后这都是普通啊，然后呢嗯，挂角直接挂角。他就拖一个，这个也是正常，嗯，正常直接挂拖，对，这个也有这个下法。然后呢，这个虎一个，走定式，嗯，嗯。他抢了一下星位，刘老师，这棋如果说黑棋也是照常跟着应的话，那白对，棋是不是会在这儿占个角呢？有可能，比有如可能占个星说位也可占以，个星对啊，对这对样。对，你加攻他反加，对这对。种就是力量棋。嗯，这种棋，被这个不讲究步调快，我也喜欢这样的白棋，哦，这个也是一种新型的布局，快速，嗯。那么黑棋占，我觉得也不错，也可以黑棋先占了一个占，星，对对嗯，对，在这儿然后呢，白棋先挂了个角，挂对，然小飞，后呢，这个棋就是说白棋呢，如果你拆二，它跳一个是最普通的了，对，对吧？但是你这两没交换，应该是白棋拆二，黑棋跳一个，这个形状是非常常见。但是现在白棋就愣抢了一个先，放着拆二不走了，在这飞也是个大棋，压你一头。对，这个你要是飞一个呢，被他压一头，你就难受了。所以嗯，呢，黑棋打入，等于你那个拆二的位置啊，就让黑棋再占了，黑棋只是占的高一位。那么白棋在这儿飞一下，这个地方把它压下去，那个地方再出来战斗，跳出来，跳出啊，对，在这里，这个下法就是力量比较强的，对。力量都是喜欢战斗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喜欢战，我怎么觉得这个王晨曦更喜欢战斗呢？很喜欢战斗，女棋手喜欢战斗的居多，力量棋。对，现在呢，这个时候，黑棋就跟着往外跳一个啊，黑棋跳一个，白棋接着往外跳，然后又跳了一个，在这儿。这样走，这个也是正常，正常就是说黑棋哐哐哐就往前跳，白棋也往前跳，这我一般的闭着眼往前跳的扼手的概率很低。对，但是在现在呢，白棋我倒是，既然跳了两下，一般的情况是要点三三，哦，这种情况下就直一接点，般是要点三三的，如果说黑棋挡下去的对，我话，就搬一您就个，搬一搬个一个即可，搬一个，那他如果拐，那就虎一个，是吧？对，假如说搬下来你呢，就粘上，就粘上，对，粘吗？那你就对，粘一个那爬你一个会，吗？这个棋。
有点难过吧？可能退一个。如果说顶呢，可能被直接就被断 了。对对对、啊。所以说一般来说，这棋再加一个，然后再加一下，这个好像白棋下的挺舒服的感觉。你大概一路搬啊，我就比如说搬这个，就那就单跳一个，对对对对，这脚已经活了，这个弯先手反正是。对对对，这样、嗯、是比较普通吧？对，比较普通。嗯，这个把脚给先拿掉啊、哦。这样呢，我还拽着你，也什么都不耽搁，也可以。你那边可能还得跟着走。是吧？嗯，我这儿有飞，那边有飞下去、嗯。这个棋应该说是点三三是常见的，而且都是黑棋惧怕点三三。你看很多黑棋马上就跳补，就惧怕的点三三。被跳起来。哎、嗯，现在那个三三是一个重点，他没有去走这个。这吴玉珍他是走的飞。他是走的飞，白棋直接二路飞，那黑棋要点，你既然不点三三，他就走三三，尖住。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二路飞呢，稍微的你扁了一下，啊、扁了一下，那黑棋总还算好，对，黑棋还算还好，黑棋能够抢到那个，还算好。这黑棋应该说，这面被压了一下，但这个我觉得黑棋的形状还可以，对，哎，还可以。但是这个还路长得很，还早啊！这局面早得很，早得很，现在、哦、早得很，这很难说这边是就谁好一点，谁好感觉。但是刘老师可能觉得黑棋下的还挺比较舒畅一点。我就觉得白棋扁了一下、啊，但是还行，这个棋还早得很。嗯、下面呢挂一个，应该说也是常见的。哎，你挂一个，你一飞我就会拆，拆的二，哎。这个呢，先那边先放一放，嗯，先往大的抢呗。他是走的这个，二尖高加，眼见的一步棋、这个。对，跟下面用的加是一样的。哎，有的他喜欢，你看都是二尖高加、啊。他比较喜欢这个加。二尖高加呢，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个好行动。嗯、二尖高加也是照应这面。那下面呢，他是走的双飞燕。嗯，白棋。白棋双飞燕。是的。这个时候呢，黑棋呢。走什么呢？他也不是靠是最多见的靠压。嗯，他是走的这个，哎，这个棋。最近我好像屡次见到这手。这个这步棋这什么意思呢？见着了，就是说你如果点三三，我就会这面。嗯，爬我会长，这个形状会好。哦，是这样。形状比较舒服它。如果说现在白棋现在二路搬不着吧，搬了他可能会冲下去是吧？啊，冲了他有各种断，哎、哦，那么你立我就打，嗯，这个形状黑的，这个上面比下面好，嗯，位置，本来你是在这个地方，对，哎、这个当然是黑棋比较满意，没错，但是呢，白棋不会去点三三、这个，不会就着你都让你合适啊。他是走什么呢？他是靠了一个，对他拖了一下在底下，走这个。你不是走点三会挡这个，他走这个。你要长呢，我爬回去当然合适、嗯。所以他是搬，他是然后扭十字。这个局部的定型我还真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对，这个有点复杂化，嗯，这个有点复杂。这个棋呢打吃，对吧？对。这个棋常见的是不是就白棋长是吗？如果长，嗯，如果长，黑棋就可能啊、哦、再打一下，打一下吧，打一下，那白棋再长吧，再长一个，哦、对，再长，哎，他不是再长再、嗯，对，他是长这个是吧、嗯？哎，这个时候黑棋的选择有点儿，就看有点儿多，或者说看看怎么选择了，是吧？他是往哪边挡下去吗？挡这个，不知道是挡那边还是挡这边？哎，挡这面，挡那个，这个就有一个都可选，都有一个选择问题了。嗯嗯，这个棋如果你挡这个是吧？对，假如说挡这个，这个、白棋是不是单弯弯回去？哎，你如果你要把这个吃掉，那还那黑棋还挺高兴。黑棋把这个吃啊、哦，你提这个，他把这个，那黑棋还满意，对是吧？这肯定黑棋满意。哎，但是他是弯一个，这个有点复杂化了。这个复杂化了，嗯，哎，那弯在这里，单弯，单弯，你是粘上吧，还是走什么？大概不明。哎，粘上被他走这个，
这个满意吗？这个好像白棋挺满意的。白棋挺满意。白棋的方向不错。这也是一种，是吧？还有你说挡那个，这下来这个。所以这个棋有点复杂化。要么就是挡这个，或者下来这个。直接挡。你如果吃了之后，啪啪啪把那个吃了。但是哪个好？应该说这两个都是有可能。挡那个刚才也是一个两分棋，我觉得是吧？但实践这个我们前面就不去论它了。关键的实战没有没这么下，没这么下。当打这个时候，他走了一个激烈的棋，直接就这个断打。这个是黑棋没有办法，只有提，他不可能常让你提了是不行的，只有提，然后打这个，你这个也只有粘，你不能被提的，然后他再粘上，对，这个呢也只有断，这个就一系列的就短兵相接，就直接干战，就下成这样，就下成这样，这个比较激烈。如果你只是这样，黑棋可能还挺满意的。哦，那压压长长长一直长，挺他把那个拿掉，这个呢你还这个你也吃不住的。这个是黑棋满意，但是呢，这个棋他们走得更激烈。这韩国的女棋手啊，一点也不逊色，对于战斗起来也一点不记得。下成这个情况，他走了更激烈的，往这儿立一个，立下来，立下来。要求你脚上还我还你脚上还得去补呢。对，这个棋呢就是说你挡我是断的，断他是不他是挡的，对，他长是跳的，他挡了之后他是往那边去拆了一个，白棋先拆了一个拆的啊，你如果粘上我就立，是你这个如果打这个，如果打这个，他在这个时候断的，这个时候断呢，就是黑棋如果硬来啊，还差一点好像不行，怎么都差一点是吧？比如说硬来，咱们来个狠的，打吃，我走这个，我贴这个，对吧？贴一个，贴一个，哦，贴一个呢，这个棋，那我是不是就搬一下就行？对，搬一个，对我猴一个，哦，猴。我得想点招，不吼一个你就直接打断我就行了。哦，争不掉。哦，争不掉，那怎么打了提了？对，提了我这粘上就争不掉。横竖都是争不掉，对，争这俩争不掉，争这俩争不掉，直接就给底下也争不掉，歼灭了，哪里都争不掉。就硬来这个是应该是不行的，对对吧？这个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棋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白棋敢，他不能打黑棋打的话，他就白棋非常硬朗，就直接跳出去。他贴黑棋贴白棋跳，然后黑棋如果打他断，他没招。那么现在怎么呢？黑棋先做个准备，在这儿靠一个。哎，黑棋靠了一个，黑棋就先不打，在那个地方靠一个，先想让你如果硬一个，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说白棋现在硬，那就刚才就直接打了，刚才那个手段就吃不掉了，刚才那个手段就成立了，对，就把白棋这底下吃掉了，他就所以说希望你退一个，我就直接打了，对，刚才那个手段一下把白棋击溃，是，但是现在他没有白棋不那样，白棋不会去退一个，对，白棋走什么呢？白棋这个时候断，先断，这个时候好棋，作战呢他们两个一点不输，都很强的，这个时候断。你那边现在啊，因为有这个断的紧着气，你那个时候吃不着白棋，下不去啊、那个吃不着，是黑棋那两个子气太紧了，对，下不动那地方。普通的吧，你说你假如这个搬一个，我搬，对，那你说我打一个怎么样？人家在这儿还有个打的，这一局打就坏了，这黑棋。你在这儿棋把这两个包了，也不行，所以那个地方动不得。那个地方啊，就是暂时因为有断这个紧着气啊，你使不上劲儿，对，是使不上劲儿，不能乱动。那么本手是最佳，它是长一个，长一个，这是最佳，把这是个要点，本手最佳。然后现在呢，这个白棋得长，不得长，再不长就被他拐了。对你贴它也会长，但是单长比较好。那下单走成这样之后呢，
黑棋能不能在这儿动手？如果你打，被他一吃也不行。嗯。那么这个时候黑棋走的什么呢？我觉得他走的还是正确的。小尖。如果走这个被他一吃这个呢？虽然脚活了，但是被他打穿了以后，还有被他脚上还有便宜，被他唬了以后还在补脚，讨厌。而且外面也被人家全部都变成分成两块了。弃子好。对。我觉得弃子好。对。哎。弃子是正确的，觉得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弃子好。其实现在啊，你这一弃子啊，就是说那个变成了、变成了那个什么了，弃子啊在这儿，对，本来这个薄的，现在啊它不薄了，有可能变成后弃了，是这个一转换呢，其实那脚啊就小了，嗯，现在我建议你必须得走这个了，立下来，必须立了、它是立的，必须立。立在这儿是吧？对。然后黑棋就赶紧弃掉了，弃掉他就挡下来了，他是挡的，挡。嗯。然后白棋要搬一个，不搬可不行。对。不搬，不搬怎么着？搬如果你单跳吃我是吧？如果你是现在白棋跳一个是吧？现在该白棋的白棋哎，如果你跳这个是吧？跳这个。他冲这个挡这个，他搬这个，再断的时候他有一个尖，有这个手段。他单尖的时候白棋动不了，现在他如果粘上被扑就扑死了。对，你如果粘他有个扑啊、他可以扑死你、对对，这通了黑棋就对这个棋，所以他要先搬掉。对先搬，他是搬，那没，其实上这个搬是损的，再跳，虽然把脚给吃了是吃了，冲完，如果你冲完再吃的时候，人家紧气就行了。对，冲掉你再吃到这儿，他一紧气，你怎么着就是黑白棋吃黑棋。但是这个呢，先肯定是白黑棋先手，但是呢，他放着不走，先在这面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黑棋压一个，黑棋压一个，压一个，对。然后白棋搬起来。搬，对这个棋呢，白棋像这一类的棋，黑棋这一类的棋下的。很出色，因为这个王春下这个棋啊，作战棋他是拿手的啊，这个他很擅长，擅长啊、是他的比较，你看这是拐一个一断是吧？是他的特点，这个断一个是个好时机，能够便宜。对，断一个，如果说现在白棋，假如说把它吃掉怎么样？把它吃掉，假如吃掉，这里面有棋。对，假如吃掉。是这个，对，他是这个，你是提一个，对吧？在这儿，我粘住，读你读过，这个棋就有棋了。啊、棋在哪儿呢？这个棋，我看您是不是可以单立一个？我看立一个，哎，就这个就可以，这是先手。你的里有个走这个吧，我这一冲，这就简单了。这吃你怎么办？已经不行了吧，已经不对了，这好像最起码都有打劫，打劫是最起码的了、有棋了，是啊，这个就这个白棋就很难吃黑棋了，是，所以这个断是他无条件不能吃这个，只能去补在里面，是吧？所以说这个打吃是不行的，不打吃不行的，对，不能这么下，不能这么下，他对当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对断的时候，他是走的顽强，走的这个，顽一个，这已经下得够狠了，最顽强，对，最顽强。然后黑棋打了一下，黑棋打，嗯，然后他们下得很激烈，然后冲，这两个棋筋不能丢，不能舍，挡住这打吃，对，然后再跑那个，拐，哇，这些补在上面啊，补在上面，然后再打吃。长提掉，对，把这个走掉，对，走成这个，一下子转成这样，这样的话虽然说这个脚死了，那个地方也算吃，基本吃的黑棋，但是呢这个棋黑棋很厚，弃子还是对的，没错，弃子对的，我也比较赞成，但唯一的一点呢，就是黑棋的配置不够好，但是这底下白棋也挺薄的，他可以想点办法，对对对对，他这儿都走成了，以后这个是绝对先手，然后黑棋现在走什么呢？是吧？哎，
那这棋呢下到这儿的时候，上面算是告一段落了。就黑棋通过弃子呢获得了很完整的后势，应该对。说。那么接下来黑棋要怎么下，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呢我说呢，觉得就是这一带被白棋下得不太舒服，这个后势正好被它限制住了。但是毕竟白棋也不是太厚，可以想点办法。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让大家有时间可以思考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七届世界穹窿山冰胜杯的决赛，有王晨曦对阵吴佑真。刚才呢和刘老师刚刚讲到，就是上面算是告一段落了。对，现在就在，拐一个对，轮大到黑师，棋下。好，他刚刚尝了一下白棋一提调。拐白棋，哎，对，一嗯，打，该现在该黑棋了，对，嗯，现在该黑棋。该黑棋，那对，么接下来就看底下是怎么进行黑了。棋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后势。嗯。落得先手，他怎么样？下面怎么出击呢？哎，我们看看啊，嗯，他是不是来个狠的，就直接尖了，对，一挡就断。哎，你长他也一直冲过来，没错，这是他的这个发力了，要在这里走出来，这个很厉害。断完之后，只要一作战，你在这里一做活，这个地方就薄了，这个地方你还联络是有问题的，哎。这个地方这么扁，这都是要被他都欠着账的。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薄，他也没有不敢正面做迎战，这挡他就断。他是走的什么呢？先在这儿白迂棋回先一下，刺一迂回下一个。啊，看看哎，黑棋你如是怎果么这抵儿挡刺的？粘上他以后，对那还有点借用。对对哎，对。迂回一下。那这个时候他刺的时候啊，哎，黑棋反刺了一个。他刺这哎个，不，在他这儿，是反刺点刺，这个也够有意思的啊。他希望你粘我再刺呢，他可能就不粘了，对。哎，他就不粘抢了。个先手，省出一手对，棋。如果这手棋能摆在这儿搬，比如说，那对，巨大，也可能搬对，或者飞，嗯，他就不一样了。再冲对他对有可对，能跳，都有可能。哎，是的，这个也是对的。这个黑棋这个时候嗯，下法多。黑棋这个时候应该说感觉前面便宜了，弃子成功，哎，便宜了。黑棋这个是好下，刺一个，嗯，嗯，然后白黑棋棋继续在这儿跳了一个。啊，对，他如果那边一粘上，可能黑棋就抢这个点了，直接飞了。对，抢这个，他继续来冲，是，一点不饶，你粘了我再冲断你，对，比较反正狠。我这儿就是下定决心要把你断开了，对对这没对什对，么可商量的了，你已若经，挡这个往这儿冲，它便啊，宜啊，对，这便宜。啊，现在呢，黑棋呢，现黑在白棋不棋，是该白棋了，白棋对，这白棋贴贴一一个，个，哦，这贴一个，这个有点这下儿，的也很有意思，往这儿这贴，看有不点出出来，乎意料，确对实，对对对对，啊。贴一个，好，这个地方说真啊，是黑棋占优的地方，嗯，黑棋的下法多。因为黑棋比较厚，它对，可以发力发啊，力，对，就看这次是怎么个发力法。黑棋黑棋再冲一个，再继续冲，对，先把你冲断，反正就如看果得很挡，清楚，它你有可目能标断，是吧？是，有可能断，对，他要求把你连根切它断。直线距离，直线走，也管你那么，我就硬来，是，让白棋继续的往那边走了，他冲了一个，冲了一嗯。个，哦。又往这儿冲一个，冲一个，他刺嗯，一个，再黑棋点刺刺，一个，粘接住，上，跳出来，跳出来，对，这其往实这下，也没完全连好，这儿有个挖，有一个挖，对，对，挖能够把这个挖的话，嗯，可能现在挖可能不好，对，目前啊，你现在挖他就吃了走这个，对，如果说白棋现在挖的话，它大概那会不叫吃，打了哎，对，长，然后再粘粘住，上，对这对个好对，像不叫吃太粘住，行，对，直接就来不起来。那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这就人家滚这一打一圈包一一冲，冲那儿有个断的呢，是。嗯，这个不行。对，目前目前不成立，不成，那是白棋先走那个，所以他先跳一下，要求先把自跳。己断点先补掉。以后瞄着你这个挖，对，瞄着挖，看看以后的挖能不能成立。应该通常是黑棋就挡住是比较普通，假如说这样，哎，对，比较普通，嗯，应该是这样，普通普普通通的走一个。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考虑。
我倒是觉得这个重心不是在这边，哎，对，这俩人在这儿，这个挡住是八成，多数一点都会挡住，这个可能十个有八个都会挡住，嗯，但是他走的激烈，王晨星可惜，他你看他走的，他走的是等于是这个弓啊拉的最狠、嗯、最满的一个，他是冲断了，直接把这个冲断，这个太狠了，对，这个太狠。要是我是会挡那个，算了，我算了，我觉得形势已经够好的了，我就挡一个。这个全局黑棋下法很多，嗯，您觉得也太好下了，是吧？好下，挡一个就简单嘛，你就让你来就行，你哪怕给你吃，我这飞一飞这门也能便宜很多。他就直接冲断，好，这个冲断如果力量大也没问题，冲断力量大也可以。白棋把这个挖了，挖了，好。现在有就不一样了，因为气紧了，对，冲了之后这拆气，你刚才如果说还是这招的话可能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这教师的直接把这儿冲吃过来了，对对对对对，这不一样、嗯、不一样不一样，这一溜冲下去再冲就是挡住，就这个黑棋就崩了，哎，那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哇又成立了，那就只能弃子了，对，没有办法，所以他就粘回去。但是即使弃子黑棋也可以，也不错、嗯，关键这招棋大，哎不，他不是，他是往这儿飞的，对，在这个地方，这个是飞，嗯，这招棋要紧的，这招棋啊是让黑棋一站，嗯，那个吃啊都是小事儿，那小事儿、嗯，这招棋太大了，因为它是双方要点，对，而且是。我掌你削你的一个此起彼长，对，就刚才白棋这个跳都很有可能挡在这儿，对呀、啊，因为他这儿走了几个了，就不是很怕断，这招棋给黑棋抢啊就不一样了、嗯、你抢完之后你必须得跟着走，不走这个都是还断着呢，然后他走这个，对，然后再冲冲断也是个好手段，好时机啊，断一个，断这个，对，逼迫你，你要走这个我这冲断你还断着你呢、嗯，所以你也必须走这个，白棋贴，然后顺势我再跳一个，嗯，我这儿多跳一个，对于围这个也大，然后还有呢，我这一立你这个要死，你这个也要都跟着补，所以这个白棋必补的，不然白黑棋立下来他挡不住、哎，逼迫白棋这么交换，虽然你吃了是不少，是有个一二十目二十目、嗯，但是也吃完黑棋的形势，整个全局仍然好棋，好形势。对，仍然是不错的。刘老师，这个时候，我想把那个二路子是不是有点不肯打他？我想觉得现在要走那一面，他想拐出来，拐出来。但是现在这个跳还没有呢。哦，没有跳呢。对，没有跳，拐就不能成立那边。是，干脆吃掉算了，是吧？别再犹豫了，是吧？这么不要再犹豫了，就干脆就这么定型吧，把这个型定掉算了。这个是先手，先必须点，这不吃的话，这一扑咚咚咚咚一提就死掉了。是，现在你大概会走这个，嗯，然后这个是特别厚，然后再补一个或者怎么样，是吧？有了这个二路吃之后，这块其实就太厚了。比如说，再补这儿，补一个也可以，那就这儿吧，对对对，这样全部给它承住、哦。这我觉得好像白棋在里面再想折腾出点棋不太容易了，已经。这个是应该是。黑的好，太厚了，黑棋黑的好、哦、因为它下部还有个扳的问题，嗯，还有个能扳住，嗯，哎，这个黑的就比较明显的优势，对、嗯、那么它没有这交换，其实这个先手特别大，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先手双方就是黑棋先手吃以后，关键是它棋啊都厚，完全是铁厚，对，铁厚，因为如果被白棋粘上的话，这底下味道就差很多了，对，有二路加呀，加完顶啊，上面长出来等等等等。现在黑棋就直接走这个，并、嗯、一个，对，比较强的、嗯，这都非常强的下法啊，非常强。他走什么、嗯？白棋把这个挡下来了。这个就是把、嗯、等于敞着呢，这个地方是黑棋欠了一步大棋。嗯，本来是早先就应该挡住，这都不要去动力。您刚才说要挡啊，我强调要爬一个，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个他冲断了，他之后被人家挖断，然后人家还要挡下去。对，这个地方人家欠着呢。嗯，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出棋，可了不得。对，其实黑棋大吃，黑棋走得很勉强。是，嗯，这个就硬了，又要吃这个，这个又有变数了。
虎一个，虎一个，再一打吃。这个棋，这个还有个劫的问题，有没有能打劫的问题？白棋要打劫吗？这里这个地方是复杂。嗯，因为现在打劫这个地方有劫财啊，黑棋这个冲完打，这都是一路劫财，嗯，也很也他可能也。也是觉得有些担心，嗯，但是那个劫，如果是，假如说现在打上去，先刺一个打，或者先刺一个，哎，或者说先刺一个打一个，干脆就有可能弃子了。以后对这样打，他提冲这个打劫财，冲这个打拿他当劫财，嗯，你若提了把这个吃掉，他可能现在不肯。对吧？这个得断吧？断，那么再提劫。这不能被吃掉。对，再提劫，可不可以考虑这样？这我就想着黑棋会不会飞下去跟他打了？哦，那个里面可是没活呀。您要加进去的是吧？如果您提掉，我很高兴，我就尝一个算了。高兴吗？里面，里面对，里面是活的是吧？对，里面反正是进杀。但是即使如此，他靠出来是不是就谁可以接着站？继续战斗，是这样吗？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知道了，嗯，这就有点乱了，乱了，也可能，你说那个加进去，那就打大劫了。对，白棋加进去那就狠了，这要跟他脚上打生死劫，打大劫了。嗯，这个棋有点复杂，嗯，有点复杂。双方也不敢轻易动手吧？估计。对，这如果要动手，这也需要好好的计算一下有没有把握。对，这个里面也没有，你要说里面你一定活也没活，倒是。对，刚才那个啊，刚才我算的，就是说你提了退，他爬了班，爬了班也没有，也没进活，是。嗯，这个比较复杂化了。嗯，就是这个黑棋，即使把白棋吃了，都是非常勉强的。对。那么现在走成这样之后，白棋没有这么下，没有说是打劫，他走的什么呢？嗯，他走的是白棋飞出来了，对，可能觉得打劫没有把握，对，提掉，提了，提这个。当然，这个棋黑棋这块棋啊，也没有这个棋黑棋这个棋也没有活，不是，就是说你还自己也有负担，嗯，所以提这个如果让你粘上，当然是里面脚上也安全了，你自己和白黑棋也能落先手了，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就脱先了。我觉得白棋这个脱先还是挺机敏的，必须的，这个很好，很机敏。对，把这个粘上是逆收太大，这粘上太大了，实在是。这个棋我一黑棋赶快冲完秃了提吃掉是，先手。现在被他一粘呢，以后还讨厌有个夹，还有棋呢。本来你要吃掉这个铁后都是空了，对，提这一吃这什么吃完提什么都是先手铁后，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一粘呢。这个棋里面有未知的因素很多。嗯，黑棋现在跳了一个，在这跳不，这个也是要紧的，嗯，否则啊，这个啪啪啪打，你那个形状，被他一打一包，这一粘上，这里面的味道很恶。对，这也是一个正形，而且它还存了里面有棋，有拐出来。哎，我们再看啊，白棋跳，跳呢是担心它搬住以后，这里有叫吃完了粘上，要收气，有收气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搬摁住它头啊，也一个是围控，再一个还有收气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大棋。没错。那么现在即使如此，那么应该说。黑棋这个如果说要是什么棋都没有是亏的，但是黑棋还留有棋，对，他这个很强啊，不然他可能也不太肯跳。哎，他有后续手段，这招棋是他的后续手段。如果你再长，假如说现在长，再爬一下，你再长，你用扳他有断，对吧？他这个一立啊，有棋了，这里面是一个劫杀。对了，绝杀。对，这个棋走什么呢？你因为紧着气，你大概最狠的是紧气了，对，最狠的是收气，脚吃一个，大吃，粘住，哦，他就走这个团，你大概是这个提掉，然后我再扑了，打住，哦，是吧？这个就下成这样，这样就是打劫。那这个劫。
是白棋，你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白棋有点重吧，呢？对，实这在个是。是出大棋了，这哦，这里面这被抓掉好几十目，个。这这个还不是行，太心疼了。这里面是有这个棋，嗯，本来没棋的地方他能够出这个棋，那当然，这是王晨星的后续手段。对。他就瞄着这个呢，瞄着这个呢。那这个时候呢，他一爬，对，黑棋一爬的时候，黑棋一爬白棋呢，知道出棋要，缩回去了，他最对，后是提掉提自补掉了一的，自补一个。这个呢，补在这儿呢是目数多，个，比补这儿强，因为这儿补立了，它能团住。这个一补算是都给他吃住了，但是呢，我那儿多出一个爬以后。我跑掉了，这棋跑子，掉了，那个多出一个那个，本来没棋呢，给他拽出棋来了，那便宜了，黑棋再黑棋再冲冲两一个，下，这对，里。再冲，长，然后赶紧把这个跑出来。对，搬出大了，搬出大，但是这个棋可以考虑跳一个，也可以考您说现在跳虑，一个黑不是，棋白吧？棋这个长啊，可以考虑白跳棋一个跳一呢，个，对，稳当一点。连得更好一些。对，因为你等于你压我退，这样的对上面好，是，以就是后那个说打白棋入这大。个子可以下再跳。对，下成这样，仍然黑的好，对，仍然黑的好，因为你那儿能有出棋，又把它拽出来，也算虽然前面稍微的被白棋便宜了，又把它抢了，被它紧着走，结果呢，你这个通过形势一判断，还是黑的不错。就前面这个大势啊，你只要是把握住，还是不错的。现在该白棋了，白棋要往这个黑空里面进入一下，进看入，看你肯不肯忍回去。对。如果说我一飞，你肯往回补一个，那他就觉得哎不错，其这棋实被我赚补一个也是长行，了。本手可能就是飞一个算了，飞一个算了。但是呢，他的对手是王晨星啊，他。他不肯是吗？他是直接走这个，这种地方不肯厉害，忍。太厉害了，这个都是一点不让的，寸土不让，这叫做，白棋打这个这个，白棋啊，这个棋应该先冲掉，可能，先把这下冲掉。这冲掉，冲的时候，黑棋无法，没有别的下法，只有只有断断，只有断，对，但是以后冲可能有点变，它是断的吧？然后白棋急打，先把它哇，气这紧厉害，住。厉害，厉害，这下的真够狠的，狠，太狠了。太狠了，这个，确实够狠的。对，这个棋比较狠，应该说，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冲掉，然后次掉，然后可能都不这一下了，就直接往那儿拽一拽。现在走成这样，硬来，他等于视作冲掉吧？他是走的什么？他走这个，他飞了一飞个，了一个，对，飞不是，他是飞的，黑棋飞这个，黑棋飞这个是在这儿哈，是。这儿其飞实在黑这棋飞这个的，按理说冲他已经挡不住了，因为现在白棋冲他是挡不住的。儿，对，而冲挡的话，这一挖就已经出棋了，这一断打，这，哦，这哦，暂时现在还还没没事有，儿，暂对，时但还没事儿，是这里面的味道味极道恶，不饿，味道有很点恶，饿。这时候可能也应该冲掉，冲掉以对，后下法不一样，对，不，这可黑是棋下的黑够棋撑太的，撑，太撑这了。就是王晨曦，他喜欢这个。他觉得你好像眼见没有出棋，你现在冲不行，我就先撑住。他是最强的下法，对，最强的下法。好，这是成，就像那个弦绷得最紧。对，这个棋走到这儿，那是如果都是他黑的，那白棋这 那个，白棋输多了，那对啊，这个都我被只吃能了输说，多了，对。那就白棋想想办法了，白棋次一个吧，白白棋棋先加了一下，先先加了一试个，了那试个，腾硬手，当然不给，这个，当然不这给。每一个子都要留下，我只能说是对，黑棋太狠了。这个棋，它是立的，对，立的，这个棋这个时候再冲，现在冲应是该吧？冲，这冲好像我觉得黑棋，它既然都已经这样了，估计也对，得这个时断候上冲去也是个吧？机会，是估吧？计得断吧？哎，对，然后你这个时候啊，那个是次掉，然后在中间想靠一个之类的，对，或者是再想点再办想想法，办法，这个棋是可能像是有棋啊。那么味道很恶，我觉得有味棋道的不概好，率巨大，反对，正是味道特别不好。那么现在黑棋它是没白棋没有冲，这个时候没有冲，它是走的什么？它走这个，
他点了一下，他先刺了一个，他先刺了一下，对，这个棋有跑嘛，对，这个棋他是粘上，嗯，这也是对，这黑棋真的是一点都不肯让，不让，坚决不让，绝对不让，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来了一招棋，他是靠一个，嗯，这个像是一个好棋，嗯，像是一步好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挡在这儿的话，他是搬的，搬这个棋呢，像是要出给你出点棋了，嗯，好像是不是黑棋不太好抵挡，不好抵挡这里。这儿冲掉呢，就更看得清了。对，就是像没冲着。哎，没有冲着，没有冲着。但这个时候，黑棋他突然间，他刹车了。突然间刹车。他觉得这样好像不太行。对，他刹车了，他走的什么呢？他没有挡。对，这个时候啊，他是跳的，这个本性，这倒是真的是。嗯。跳了一个。但是我觉得好像黑棋的目的还是很明确，我就是要全部杀你，全部杀啊，我一个子都不想被你跑掉。然后这个时候冲呢，他是冲的吧，他是，他先顶了一个，他先顶了一个，这个也是不要走啊，这个因为有可能损目，先应该走那面，顶了一个之后呢，他再外面打了一个，这个也没关系，打一个没关系，打一个应该说是没有关系，哎，打了一个，然后再是，然后他又搬了一个，搬一个啊，哇，这个地方他顶了一个，这儿先冲的，又冲，先冲的，啊，他这个时候啊，这个没有搬那个，对，现在是冲的，白棋先冲，白棋现在冲，嗯，这个时候他不断了，不断了。他就，那个，及时回头吗？回头了。他这个时候没有断的话，他怕这个味道底下很容易做糊，哎，再等。如果这个都吃了，那是还是黑的肯定好。对，那这一点你这个也损了，这个也损了。是啊，白棋这个棋应该先冲，这俩不损，他，嗯，还可以考虑早先冲。而且这个不到万不得已，先不要走。嗯，他是先走了之后，人家一冲，你这个时候呢，你这有可能有点变化，这个时候再搬。对，他顶的，是吧？顶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可能读秒了，也可能读秒了。嗯，冲了两下，这个时候不要去走，应该说这俩不要走，直接应该单走这个。把这边先留下吗？嗯，先留下。这能冲在这儿吃吗？这很想这样吃掉。如果说他不这被两个吃掉，他不肯呢，啊？他还是不肯。不肯啊，哦！这两个吃掉那。那他跟那个当初那些完全都这儿也被冲了，相违背了，违背了。即使你损这一个，他不行，这个要被吃掉是受不了的。对，那还是他全部要吃掉，他全部要把你留下，留下，下得狠呐，啊！他是把这个拐出来。这个是他先粘了吗？先走的别的，他是先尝了一个。哦，他单尝的。现在对，先长的一个，这个单长一个，嗯，现在白棋长，这个长一个，估计他们这个时候已经进入读秒了，所以这对枪法看起来是东一下西一下，有点乱啊。对，但是他对可能是利用这一分钟读秒的时间在计算这底下到底应该怎么出，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棋呢，你如果是闷住它有个这个挡，嗯，要闷这一块，有这个情况。对。现在呢，黑棋是走这个冲。现在你如果挡这个呢，它有一个吃，它往这儿吃过来，哎，有这个吃，嗯，还能够不，就是黑白棋没有办法。嗯，所以呢，这个棋啊，它是，现在白棋现在是，黑棋冲的时候，白棋走什么呢？白棋又往外先冲了一下，先冲一下，又这损了一个，这个读秒了。对，这个很损。这两个一交换呢，有可能就不一样了。对，这外面如果说到时候外面死了，也是很庞大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恶手，应该是。啊，因为你走了这个之后，它是粘了。嗯。然后黑棋长了。嗯。那这两个不要交换，应该单粘。粘，你再走这个，随时是你的。先别走。随时是，哦，不要走。白棋的。对。这两个不要交换，这两个是白棋损了。嗯，本来你要不走，如果这儿有变化，它有可能搬在这里啊，压在这里，这两个一交换损目。
黑棋一走这个，这个时候白棋啊是要走这个了，肯定要走这个，是吧？该白棋了。对，大吃。白棋大吃。这个时候。关键。对。关键。刘老师，我就在想，他不能把这两个子先冲回。对，就应该冲这个。冲这个，这底下做不。冲这个呢？首先我这通了啊、哦，这头通了啊、哦，是吧？这两个给吃住了，这已经没后顾之忧了。白棋只有活这个，嗯，才能胜过。白棋可能想办法活吧。对，可能就这一类的，或者就大概啊这一类的、找个活个地方吧，看着比较像这个、因为他就白棋这个冲先手这里有半个眼、对、就是这一类的、你走着就算活了，对，然后呢黑棋在这个地方打入是个关键，打这个，那、对打入，哦，这个棋呢白棋有点碎，这个呢都在黑的嘴里面，嗯，那个呢还没活，你现在你这个棋这个子如果放在这里还好，现在但是这里有个打入呢、好像黑棋白棋没法抵挡，哦，那估计这个打入白棋想吃他肯定是没希望，也就是靠一靠上面把自己靠一靠，他就尝一尝就行、也就这样，就这么，就算里面活了之后啊、往里爬，这样呢是、一定型，你还得补断、然后把它吃，这个定型完了，黑棋明显胜势，赢了，就这样，哦，这样赢了，黑棋赢了，对吧？就觉得这里面就白棋在黑空里面全部活了，对，就是这样。但是黑棋把中间留下了，对，然后把这空一打，黑棋就赢了。这样黑棋可能啊、当你压的时候可能还有扳，哦，那扳了吃抠吃那样，那可能更好。那样更好就是说摆到什么什么，就是只要一打入、那里那个变化，黑棋就好下了。可能那个、这个下法还不够，不够精确，不够精确啊。这样你如果走这样，他可能是扳这个。哦，扳。扳这个。嗯。黑棋扳，对，断，对，扣打，大吃，长粘住，粘上，拐住，爬进去，爬一个，对、就这一类的下法。这样的话，这个子棋筋它吃不掉啊。哎，对，那白棋挺麻烦的。这样的下法就是说，黑棋就可以，就不会输，这个就不会输，就不会输了，是吧、对，已经输不出去了这棋。哎，那看起来，黑棋还是。这个对于吃棋啊，这个，太执着了一些。太执着，对。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就觉得棋好了，那就选一些简明的下法就行了。就是这个时候啊，出变化了。这个棋啊，它只要一冲，因为它前面关节损了，如果不损，你这个冲啊还不见得赢。就这一下。就那一下。白棋这冲了。如果你不走这两下，黑棋冲。白棋活，你打入被白棋一扳，这个棋就赢不了。哦，就因为你损了这一下，黑棋这是个时机，就把它冲掉就行了。那现在呢，黑棋还不依不饶，他是要继续接着杀，还要杀。这杀棋不能太过分了，这个就弦儿绷得过满了。对，但是就因为这个走这个时候，白给了白棋机会了。白棋走这个，吃击打，击打。这个呢，你把两颗救回来了之后啊，你的黑棋的气也相当紧，他得自己往回连。你再去一路爬回来，你的一路爬的要吃白棋就累了。是，这个累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就白棋正确的走的话就死不了了。就正确走啊，就是说我就普通走吧，就走这个。一个提掉，你吃提掉，你大概应该是这样提、对吧？对。再来一下你的粘，我再飞一个，这样黑棋啊、你把我这个眼给破了，对，然后黑棋在下面怎么办呀？跳一个能回去吗？这个看着好像不太像，能回去，能回去，就算回的吧，冲掉，挡住，我再弯一个，弯一个，你也得顶回去，对，只有顶回去，对吧？我可以粘上吗？粘上我粘上也一样，这个、我顶这个。我对对对，是吧？这个你顶回去可能最佳，顶回去最佳，是吧？对，黑棋顶回去，对，顶回去最佳，顶这个。然后您还可以先团我一下，我就团一下吧。反正就是连上了呗，对，就这样。就这个做个眼就行啊、很简单，两颗眼这儿，人家两颗眼睛，他已经活了，这在你们肚子里活这么大，这都全拽回来了，和当初你吃一个。你做活那要被搜刮的很多很多，跟那个相差四周围木差多了。
这已经就很难说，这边的活已经都路数已经差很多了。是，这个就不见得赢了，这就麻烦了。就这么吃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困难局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晨星啊，他这个棋就是往最狠的下，还不拉倒。我觉得可能这棋啊是读秒了，所以说呢，他读秒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但是这个时候啊，对方还给了他一次机会。哦，是吗？他又飞了。白棋没有走，白棋飞的。对。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抓准机会，就来一个这个叫一吃，好像白棋也不见得行。他能挡上来吗？挡上这个有个先手提，先手提这有个扳。哦，把它扳断了。哎，对，扳断了。因为提一个是绝先，提一个如果白棋不硬的话，再提一个做活了。对，你的提这个吧。对，然后不就扳断它？这个气长，黑棋可以先把这个冲掉。气不够。对。这个是白棋明显气不够，这个不行。对，那你只有可能粘住，粘住也不行了，只有粘住，粘住拼一下。我这叫吃的时候啊，对，这个吃你那个提我，对吧？对，我在叫吃，你粘住，但是这儿冲一下你受不了。对啊。那我再顽强粘住，再一爬，爬倒不行，爬了被他一扑吃死了。只有先送一个，哦，可以搬一下，哎，好棋，搬一个能救他，搬一个能救，对，这个因为你看这个能救他，这个你断了我就啪啪爬一个，打吃，哦，这刚好，刚好是吧？对，刚刚好。那么实战呢是这样进行的，实战的进行呢是黑棋啊，完全不对了。实战我们看他错过了最后一个机会，对，实战他挡了一个，他爬了一个，爬了一下，然后被挡，哦，这就提掉，这一打吃他粘不上了，他只能搬回去，被人家提掉了，那就不用看了，这肯定是不行。这个怎么原来吃白棋却被自己给全吃光了，这个就天翻地覆了，对，这一下子就完了。这盘棋呢，应该说王晨星输的比较可惜，对。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直白的吴佑真是中盘战胜了王晨星，夺得了穹窿山冰胜杯的冠军。对，好，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